侵犯在社会上的确是一个挺严重的问题。 身为一个女生，在谈到关于性侵，我自己其实体会到还蛮深刻的。我们分几个方面看性侵犯这个题材。第一点是受害者，曾经受过性侵犯的那些人，有很多内心没有办法熬得过去。有的时候我会用一种怜悯的心情，可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他们那个心境的转变有多么的复杂跟疼痛。 为了每一个角色很辛苦，完全投入进去这个角色哈，就等于你要经历了这个事情。看很多性侵案件的资料新闻，几乎是一个星期没有办法好睡觉。你可以留下来，为什么你要惩罚我？我自己身边也有朋友是曾经受过性侵犯，我们跟他们讨论的东西很深入。 我自己的角色是残疾的，下半身不能动的情况下，我必须去深刻的理解到他们对于性的感觉是什么，那器官的反应是什么。没想桂纶镁做的这么好，给性侵犯的时候的一些表情做得很到位。有了这部电影，你会想，如果你遇上那种情况，你会不会？